交出来吧，姐姐会考虑让你死之前享受一下什么叫快乐。交卡可以，你必须先放开光远哥。哦，你就这么在意你陈大哥？好啊，小明明，不许叫。光远哥，别搞错了，你叫不叫无所谓，无非是两种结局。第一种，你交卡，然后我杀了你们。或者大发慈悲放你们一马，哼，看我的心情喽。第二种，你不交卡，我先杀了你们之后，照样能把你们的卡扫出来。懒得和你们废话，开枪！等等。大牛，今天谁值班？蛮子和哑巴。他们人呢？小明明，不许叫卡！是光远哥，基地有情况。等一下。你干什么？还以为你要死硬到底呢，这么快就怂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世界的手机被破坏之后是会自动修复回到主人身边的。现在我可以把你刚才的话还给你，无非是两种结局。第一种，你放了我和光远哥，让我们离开，下回我们再算总账。第二种，你开枪杀了我们，不过这样的话我的手机就回不来了。当然里面那张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卡牌，白色玄武威也会一同消失，大家一拍两散，谁也逃不着。好什么？闭嘴！大姐，这手机没摔坏，就是屏幕摔裂了。你是来逗我开心的吗？杀了他们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……行吧，那小子的手机呢？哎呀，胖子，被抢走了。没用的东西，他们从哪条路跑的？追！
都亏了你们了。住口！废物没资格说话。废物？手机都摔不碎，不是废物是什么？大牛，放我下来，我没事了。不会吧？我看那些混蛋下手可够狠的。哎呀，我真没事了。哦，对呀、啊，光远哥身上有。闭嘴！废物没资格说话。够了，小敏，小明明、啊、曾经救过我。啊？要不是他，我早就被打出筛子了。你们又碰到雷震宇的人了？嗯。你们都没事啊，太好了。咱们快走，前面不远就是逃生出口了，我们可以从那里逃出去。逃出去？恐怕那里早有埋伏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别再演了，政委，你就是队伍里的奸细。奸细？小明明，不要胡乱猜测。你们听我说。这么说，雷震宇死了？对，而且我一直奇怪，雷震宇是怎么知道我和光远哥的？咱们的兄弟都死了。对。傻牛，你要干什么？我，坐下。小明明，你的意思是，队伍里有人把你和光远哥的位置暴露给了雷震宇？不是有人。而是你，而且你把整个队伍的任务情况全都泄露了。那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就是那个旗袍女知道我手里有那张雷震宇梦寐以求的卡片，就是这张蓝色玄武威。这又能说明什么？哼，整个队伍里只有你看过我的手机，这能说明什么？再明显不过了吧。真的只有我看过你的手机吗？没错，只有你。你这张卡片，没记错的话，是昨天聚会后光远哥让给你的那张吧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当时场面混乱，你确定没有其他人看到你扫这张卡片，或者听到提示音？啊！而且比起我，你这个刚加入的人才真正的可疑吧？你决定加入 A 组，目的是什么？问这个有什么必要吗？据你所说，你和光远哥遭遇雷震。甚至还遇到了之前从未遇到过的大型怪物，对吧，光远哥？对，政委，小明明他救过你的命，可是什么？米兰说过，你的战斗力相当的低。对了，忘了跟你们说了，小明明其实身手好着呢。身手好着呢？嗯，对，没错，小明明，其实你身手好着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一直在隐藏实力。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尽显身手，从道理上讲的话，应该是战斗力最低的你最先牺牲吧。可是你为什么活下来了？我那只是不对。哪里不对？那是另一件事，一会儿再和你们解释。还有刚才那么危险的时候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在事情结束之后才出现？当然是提前去撤退路线上准备接应了。政委去接应，我和米兰冲进去救人，这是我们事前分工好的。还有，昨天晚上你一个人走在这条隧道里，当时你想干什么？这很可疑吧？我只是按时检查物资而已，每天都是由我来检查。可是，那发现我在隧道里的你，当时又想干什么？我只是出来上厕所。等等，我，哼，我相信你。啊，我也相信。我们队伍里没有奸细。你怎么？说实话吧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。你要是奸细，直接把那张卡给雷震宇不就完了？还费那么大劲？哼，白痴！米兰，对你来说，小明明是什么？不折不扣的废物。光远哥，那你呢？那当然是。我陈光远的兄弟了，你们，小明明，听好了，现在没时间说废话，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：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，只要你想怀疑一个人，总能找到一两个这样或那样的理由。同伴之间的互相猜疑，或许正是那些幕后黑手们最想看到的吧。哎，前面有声音。不远了，他们追上来了，跟我来。
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哼，还是追丢了。大姐，那个陈光远说雷老大死了。怎么了？你还想跟那个白痴混？不是不是，只是雷老大那么强，万一他还活着。是啊，万一他回来，我们正常人即便再强壮也有个限度，他那种力量绝对是不正常。嗯嗯，也难怪你们这么怕他。不过现在也是时候解开这个秘密。你说那是卡牌的力量？对，手持对应当天天位的卡牌就能得到加持。今天的天位是青龙亢，我手里正好有一张蓝色的青龙亢，正是得到了这张卡牌的加持，我才能对付那个蜘蛛怪的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哎，真像游戏一样。怪不得你当时问我天位的问题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也有青龙亢的卡牌，怎么没像你那么拽啊？这就涉及到卡片的颜色问题了。比如我手里的蓝色青龙亢应该是增强持有者敏捷和速度的，而白色的卡牌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光远哥，你今天被那个蜘蛛怪击中过好几次吧？是啊，要不是我命大。哎，等等，你是说如果我猜的没错，白色的卡片能够增强人的防御力？原来是这样。至于黑色的卡牌触发的效果可能是加强持有者预知危险的能力，也就是第六感。第六感？遇见林平的那一天，他从楼上偷袭我，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，挺难形容，就像冰水滴在后脖子上一样。哎，对对对，你怎么知道？这么说来，这种感觉我也有过呢，当时没仔细想，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啊。最后红色的卡牌嘛，我还不清楚具体的作用。力量？什么？虽然是猜测，但是八九不离十了。上次遇见雷震宇的时候，他为了追米兰徒手掀翻了一辆车，现在想想那根本不是正常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。我说雷震宇怎么强得那么离谱？现在明白了吧，超人的力量、敏捷度、抗击打能力、灵敏的第六感，这些都是卡牌带来的。雷震宇那个自大狂占有这么多卡牌却从没发觉这件事，还真是可笑。大姐，你说的那个什么天位啥的，那什么东西啊？是是，什么意思？哼，烂泥扶不上墙。算了，你们只要知道，没有了那些卡牌，现在的雷震宇就算侥幸活着，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块头罢了。至于带给他力量的那些卡牌，常常想世界多么奇怪，我们要多余般存在，空洞的生活，空洞的无奈，重复着出生到说拜拜。你突然出现在我脑海，像宇宙转折接踵来，尝试不同玩笑安排，秘境从此打开，跟随陌生的未来，步步精彩。看太多却为何在为难做
着世界多么奇怪，都是他最好的安排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恭喜你受邀参加雷震宇举办的朋友圈聚会。雷震宇？难道他真的还活着？时限一小时，参与者的卡牌现在全部由系统保管。一小时后，卡牌将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幸存者。聚会开始。跟我升仙成仙。原来你也在看腾讯动漫啊。我只是课余打发下时间而已。让我翻翻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品。我只是随便看看，还给我。你还装？腾讯动漫 APP 有喜好收藏功能，一看便知。我只是觉得这个漫画挺有趣，这个作者挺有才的。那个，这是我原创的漫画作品。腾讯动漫，你的作品同桌都爱看。你的血是我的救赎，这些魔人的小妖精都是我的，不择手段也要把你留在身边。对番群集，谁与争锋？九月精彩内容尽在腾讯动漫 APP。